近日，中央政法公安部门根据党中央最近关于维护社会治安、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要指示，决定集中力量，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这是落实党中央重要决策的具体措施，是顺应人民群众呼声所办的一件大事，也是解决当前社会治安问题的客观需要。暴力性犯罪系指持枪杀人、抢劫、强奸、爆炸或绑架人质等犯罪行为。暴力性犯罪活动易给群众造成恐怖心理，给社会稳定形成极大危害，是我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的各类刑事犯罪活动中的重中之重。陈金雪，陈金雪，你搞什么鬼？我们是公安局的。一男人犯了事儿，我们是来收缴赃物的。本片所叙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案件，这里包含了11条无辜的生命，从年逾花甲的老人到未出母腹的胎儿，他们被罪犯杀害了，而他们的亲人至今仍在伤心地哭泣。这个历时5年才得以了结的案件，被当事人的鲜血浸染得鲜红触目。这里面也记下了无数英雄的名字，
他们在生与死的考验中实践着公安干警对人民的承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张扬着警徽所代表的正义。这里还记录了最凶残的暴行，八名惨无人道的罪犯和他们的同伙用沾满鲜血的双手玷污了这个世界。虽然他们用自己卑贱的生命做了抵押，却永远也无法弥补对于人类的伤害。然而在短短两个月的拍摄时间里，已无法重现五年的寒来暑往、季节更替，更由于时过境迁，我们无法一一再现当时真实的场景和环境，而只能浓缩一个真实的过程和五年内的焦灼、等待、愤怒、曲折和欢乐。再注意着门上有个撬痕，锁前也撬开。这个不明显，残缺的也要取。放上吧，放进去换。啊，刘站来。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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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那再继续说啊。刚才大家都谈了各自调查了解的情况，对这一起特大的这个杀人案件有了个初步的了解。廖伟丽的伤口大多集中在右侧腰部、臀部和腹部，共有23刀之多。但只有一刀刺穿了腹腔，经过抢救现在基本脱离危险。从他本人初步提供的情况知道，死者叫个魏文化，是廖的朋友，已经怀孕8个月。死亡的原因是头部中弹，从太阳穴射入。现场见到了一枚弹壳。门背后发现个弹壳。照相先一固定。弹壳是小口径。这是三角盘。这像发射，经过对弹头弹壳的技术鉴定，认定是小口径子弹。弹头上没有膛线，是自制手枪发射的。这个若在近距离发射，还是有很大的杀伤。据目击者反映，
这个翻案的时候，家属院的门外边一直停着一辆银灰色的尼桑出租车，这个车号不明。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廖家里发现有大量的文物。哎，好嘞。据调查，这个廖长期从事文物走私活动，社会关系极为复杂。这一起台大的凶杀案很可能与文物走私活动有关。这个罪犯作案的目标很明确，不是一般啊这个随机入室。我们认为这个调查应该从文物走私入手。从现场看，这个罪犯好像是在室内翻找什么东西，但奇怪的是文物没有丢失，甚至一点翻动的痕迹也没留下，说明罪犯不一定是冲着文物来的。这是这个案件的一个很大的疑点。这个罪犯在作案时戴有手套，现场留下的痕迹很少，加之这个此后啊这个现场破坏严重，目前我们只提取了两个啊比较理想的比较完整的脚印，一只是这个脚鞋底，另一只是皮鞋，还有一枚这个不太清晰的指纹。看来罪犯有一定的反侦查经验，这个肯定不是个丑犯。乔刚的情况怎么样？哦，对对对，咱们这个从沙发后边还发现了一个这么个特殊的啊，症状比较特殊的乔刚。哦，这螺纹钢打成的，一头打成个尖的，一头打成个鸭嘴状。这是个自制的桥梁。我讲一点意见啊。一个就是这个案子确实是个大案子，是犯罪分子持枪杀人，这在我们西安市建国以来是没有的啊。再一件，这个案件案犯作案时候啊，据受害人提供是沈浙警府自称是公安局的啊，所以侦破这个案子既是要整治犯罪，还有一个为我们公安机关洗清嫌疑。这个案子如果破不了，我们公安局的嫌疑呀，也排除不了。所以我觉得呀，我们从这几个方面要高度重视这个案子，要组织足够力量，要尽快破案。今儿见呢，我觉得我们在工作上已经要过细，要加强力量，落实责任。所以这个案子啊，现在我们全市人民议论很大，各级领导也非常关注。这个案子能不能破案，这是对我们公安机关战斗力的一个具体检验，是关系到我们的形象问题，也是关系到我们的声誉问题。我想啊，只要我们下定决心全力以赴，我们是会给西安人民有一个满意的答卷的。多少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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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讲请讲，我是多少舅。三五幺报告，三五幺报告，他们莲湖地区曹家东乡发生一起伤人案。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曹家东乡发生一起伤人案，有两兄妹受伤，另外这个罪犯向追赶的人群开枪。
好，这个你们马上报回现场，我通知技术科全队马上就到，听清了没有？需要休息，别过得要打搅他，别刺激他。啊，就一会儿。好。张医生，我们是市局的，想找你了解一下那个昨天晚上的情况，请你把昨天晚上那个情况详细再谈一谈，好不好？晚上9点。我妹妹到我姐家去了，我一个人在屋里看电视。你妹妹到你姐姐家去了，家里就你一个人？现在就我一个人。嗯，然后呢？回去吧。咋这么晚才回来？浩连，哎，谁嘛？哎，你谁了？你咋回事？你谁了？5000块钱真的，我今儿来替人收账的。我先等着嘛。哟，哎呀，拿钱。管瞒你，闭上了，我去给你接。今年6月份，我和大头合伙开烟店，他出了5000块钱。5000块钱？5000块钱，生意赔了。他跟我要钱，我没有。他经常威胁我。这个罪犯你认识不认识？我们商店开张的时候，他来喝过酒。听大头说他叫什么小黑，真正叫啥我也不知道。你刚说那什么叫啥？小黑？好像是。程金学是干啥的？他也是咱们西安市的工人。3年前。去澳门继承了1笔遗产，现在的身份是澳门商人，持有澳门护照。我们一直合伙做生意，就是搞文物。他弟弟程金文在上海出了事儿，连人带货被吴淞分局扣了。我在那边
人头手，就去给他活动。没想到，没想到程金雪他。上回全是不知这个查到这个程金雪，这个另外一个跟这个沿海空干联系，一定不能让这个家伙出境。好嘞。小姐你好。西安市公安局的，请你给我查一个我们山这个程金雪。好，你稍等一下。啊，他三天之前就走了，前天走了。三天前是什么时间？下午5点。哦，五点。他见没见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有说。程金雪21号到上海的。哦，谢谢谢谢。啊，不客气。好，那个瑞华，这个这两天这个出租车查咋行啊？出租车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又跑了六个公司，跑了六个多公司以后不行。现在是像这种尼桑车不太多见了，啊，现在这个看来没啥情况。这个司机们一听这事儿以后都不太积极配合。据咱们在进一步了解说，像这种有这种尼桑车的公司还有4家，我们准备晚上连夜再跑一跑，或者再查一下。马村长，到目前为止共有3套警服丢失。3套？嗯，3套警服丢失，其中一套只丢了上衣。上衣？嗯，只丢了上衣一套。都是在这个梁山市呢丢失的。梁山市丢失的。还有一些单位呢没有报上来。有些单位没报。好。这鞋呀、啊、这最后打的厂家是啥情况？哎，东东，我是东南的，江湖东阳舅。我是东阳舅，谁叫东阳舅？哎，东阳舅，我是东南的，我在技术科那个结果出来了。啊，这怎么样？经过对比，认定遗留在全山东向的那个弹壳和112科大爆炸现场的弹壳起爆点完全一样，可以肯定是同一市场。哦，好的，这个现在的问题啊，就是尽快的查清小黑是个谁，把这个尽快查清。再一个，你告诉一下张工，看他查这个敲杠这个问题啊，查的怎么样？好的，明白。这是啥地方生产的？这个啥地方生产？这根本就不是工厂生产的东西，它那是私人铁匠干的活。哎，这那是铁匠干的嘛？这最多是个学徒娃干的，学徒娃都不如嘛？你看。嗯，哎，这活做的太粗糙了，就不像锻工干的嘛。那这啥工种用的？这啥工种？啥雕工种？这纯粹的是柳门敲塑用的嘛？你看这个前面敲塑的，这你看扁门的，对不对？你看这特别长，就是扁门的。马上，这给咱们现场技术分析还是有用的。我多少多少？哎，我多少就请讲话。大路用的。哎，我多少就讲话。我们说你两回事啊，我们现在在机场。好，这么快的，你们立即押回局里边，我马上就赶回来。明白。跟廖伟丽认识以后，他表示愿意干，这样我们就合伙了。
我呢负责在西安收货，就是收购文物。他呢负责跑上海和广东。我弟弟呢就负责在香港和澳门找买主，这样呢一直未出手。因为廖伟丽呢他家在西安势力挺大的，在上海认识人也挺多的，这次呢他到上海去呢还带了一批货去，可是主要是因为我弟弟在那边出事儿被拘留，想托他找找熟人帮着疏通疏通，可谁想到一回来就出事儿了。他出事了，你咋知道？我那天到他家去看了。啥时候去？那天下午。哦，对了，文华，还有一个事儿啊，我前几天用美元换了3万块钱人民币，放在他家那个沙发旁边了，你顺便给我拿回来。要是他不让拿呢，咋办？哎呀，钱又不是他的嘛，你就跟他说，我下午等着取货了，啊。哎，你千万别忘了啊，把那3万块钱拿回来，是一只黑色的提包。知道了。我把魏文华送走以后，我就给他家挂电话，可他家呢老是占线。后来客户来了以后呢，我也没顾上这事儿。可是魏文华又来电话，他说廖伟林家怪怪的。他是咋个怪法？你说人家的原话。他说廖伟丽楼底下站了一个穿风衣的人，看上去挺怪，他害怕就跑到街上给我打了个电话。后来我说那有什么可怪的呢，也可能是送廖伟丽回家的司机啊，我就催着他，你赶快把钱给我取回来。你说慢点，你让他取的啥钱？就是那3万块钱。3万块钱？啊。3万块钱哪来的？你讲详细点。那3万块钱是我用美元从洛阳换回来的，准备收货的。我一想，那个钱要放在宾馆，恐怕不方便，我就带到廖伟丽家了。是放在一个黑提包里头，我让魏文华去呢就是为了把这个钱取回来。哦，你让魏文华取钱去了啊？接着看。后来那个客户走了以后，我又给廖丽他家去了个电话，那边还是占线，我心里也有点发慌，就叫了个车到廖家去。可是，一进院子呢，就看见有一大群人在那议论。说廖家出事了，而且说廖伟丽和魏文华被杀害了，说是公安局的人刚走。我一听到这儿，就赶快走。先到的魏文华他姐姐家。
写了封信。写封信啊？是什么内容？我就告诉他，魏文华可能遇害了，让他赶快到公安局去报案，说是那3万块钱是魏文华的。我心想，如果将来破了案，那3万块钱呢，还可以拿回来。后来呢？后来我回到旅馆以后，感觉到住不下去了，就赶快换了个住处。第二天我就订了机票。我真的没有杀他，那个货主可以给我证明，要不然您跟我找那个货主去。尽管有人可以证明方案是你不在现场，但并不能证明你不会雇佣别人重大杀手。哎呀，这个太冤枉了，我为什么要杀他呀？我没有这个动机呀。我弟弟在上海出了点事儿，还指望着他给办出来的。干我们这行，没他跑交通是不行的呀。如果说我是为了文物，那我为什么不把文物拿走呢？我不但没拿文物，我还搭了3万块钱啊，还搭了一个魏文华。如果说我真是别人干的，那我为什么还给他姐姐留条子，说我知道这个事儿呢？假如这个事情不是你干的，那么你为什么不积极配合我们，反而要跑呢？我害怕，如果公安局找到我，走私文物的事儿就发了，我是有罪的。我走私过文物，我还指使别人盗挖过古墓，可是我再有胆子，我也不敢杀人呐。程弟兄啊，还有个问题啊，你得考虑一下，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去过廖伟丽家？还有，我带魏文华去过。除魏文华外，你再想想还有谁？还有。哦，那关系不大吧？你别管关系大不大，只要去过，你如实讲。我带过一个棒，就是西安的说法，妓女啊。哎，这个妓女叫什么名字？年龄有多大？体貌特征？你把这个讲清楚，好不好？他的年龄有23、24岁，挺瘦的，当时穿着一身粉红色的连衣裙。
从审讯的情况看，这个程学金不像想假话，这条线看来还有问题。下回情况查的咋样？这个王爱军专门负责查着，这个取得了些进展。哦，乔刚查的咋样？这个乔刚，这个除过我们自己，各派出所也都在查。你说那个老铁找来了，不行咱去找一下。行吧，这边咱就去。哎，周所长，你好。哎呀，你啥时候回来了？才回来，是吧？深圳浪尾的。啊，深圳比西安咋样嘛？哎，有啥好的？连个羊肉泡都吃不上。最近忙啥？忙案子嘛，最近又发大案了。你不知道，南郊外发了个大案子，一死一伤。这两天我们正爱忙活这事儿，这不，瑞华来让去找东厂行的刘铁匠去。找他干啥？这不是为这个敲钢的事吗？咱现场那有个敲钢。嗨，找这敲钢，我这就有一个。哎，胡扯！你我咋有这敲钢？这俩还是不是这个啊？啊，对哈、啊。形状还一样啊。嗯，差不多。你看看，嗯，形状差不多是吧？嗯，这个碗头，这个牙嘴，这个长一点，这个断了一点，对吧？嗯，这是另外一根敲钢，但可以肯定这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周所长，这个敲钢从哪儿弄的？这敲钢是俺弟兄个韩儿，叫个蒋东升，我从他说来。啥时间说的？大概。九月份吧，对，国庆节前，我下去找中年人谈话，在他家发现个东西，说回来。哎，你说这个人叫个啥名字？蒋东升，住的离这儿不远。人在西安。最近在。那把叫了，叫过来。好，小段。哎，所长，啥事？你是这啊？你马上到你段上把那个蒋东升给我叫来。对，快点啊。对。村上，人查来了。好，对。来今天有个案子，咱们把你传来，是吧？希望你跟政府好好配合，不许讲假话。啊，好。这个敲钢，你是从哪儿来的？一共打了多少根？这不是我打的，这是别人给我的。谁给你的？是我王志新给我。谁？王志新。王志新。啊。王志新在啥地方？他现在好像关服刑呢。在哪儿服刑啊？这我都不知道了。哎，喝口水。好好。王志新，你把你的问题都向政府讲清楚了没有？坐下去。我都交代过了，我就是跟过几回乔迁，这你们都知道。你看这个敲钢是不是你昨晚使用的？
你回来看清楚，是不是你用的那个？这不是我用的，这是田权伟根。你把这说清楚，这一根到底是谁的？是田权的。田权单位叫个啥？家住在啥地方？他姓郭，叫郭啥来？郭啥平？哦，对，他叫郭振平。我光知道他住在道北，具体啥地方我不知道。王志新，你可要把这仔细的看清楚，这到底是谁的？这是田圈的，这不会错，因为我打的东西我知道。那天小铁匠领来个人寻我，说是让我帮忙打个工具。哎，小铁匠，你这送这箱子啥去？哎，出去办点事。哎，没事吧？我大伯总有点事，过来办。谁呀？再问一会儿，过来，你箱子给他。等着。走。这钱条，大哥。王大哥，正义哎，有点事帮忙。方便。我知道这干啥的，你查户口用的，这是。干啥你都不要管，你只管干你的就是。最好下班干。那后天来取货咋样？你说你找他，是多弄？天天的到北猛得很，实话是小心点，对吧？我骂他，老哥，你说后天来取。对，走。哎呀，那咱俩过。嗯，那俺过去。好，老哥。隔了几天，他把东西取走了。我看这东西挺好用，就给我留了一个。后来被蒋东升要起，我就又打了一个，自个儿用了。后来我就被抓了。我们只搞到这一张旧照片，你要看仔细，不敢搞错了。有点像那个穿警服的，但我不敢确定。收破烂儿，收破烂儿，收破烂儿，收破烂儿。哎，大嫂又破烂了，大嫂。明，破铜、破铁、破塑料都中了，你放了屋里也没用啊。跟你说没有就没有，你到别的地方看一下吧。哎，大嫂，这酒瓶子卖不卖呀？你看这酒瓶。哦，这酒瓶你也要啊？要要，我这价钱比别人出来还高嘞。那破杯汤你要不要？要吗？两床，两床也中啊，越多越好。
你们看看这个怎么形成的？这就是啊，这个玩意儿，你看，这么规则，这个是啊，边缘比较整齐一点，还烧的，你看烧。这个啊，燃烧面你看很明显，这还打穿了。这好像是枪打的，像是枪打的，好像就是枪打的。像这周围这你看，还这么集中的，你看这好像是。如果是枪，这个距离可能不远。我看。很可能是四枪形成，差不多，十有八九是枪的。嗯。哎，老王，哎，我刘平，哎，抓这个家伙啊，一个是队伍要搞精干，再一个就是行动前啊，叫大家都把方案收一下。行动起来，一定要干上一网。这个家伙可能有枪，哎，叫大家注意一下这事儿。雁塔分局啊，也一块儿参加，哎，那你们能够把关系协调好，好不好？好，好。好，啤酒瓶嘞，啤酒瓶两毛七分钱一个。东边过来，穿黑半截袖儿。按原来的安排行动，老赵，你还是对付小个子，居民。你和我对付郭振平。好，不到万不得意时，不能开枪。见他吧，谢谢。多少人？投地下！
我是不是？哎呀，你放老实了。案发后14天，暴力犯罪集团首犯郭振平在西安市自强东路落网。与此同时，调查小黑的工作也在抓紧进行。你知道不知道这儿有个叫小黑的？不知道。啊，他你知不知道他家住的？不知道。他大名叫啥？大名咱说不清。20多岁。不太清楚。我跟你说，你要是日弄我呀，以后有事你就别来找我。说啥呢，王哥？我知道还能不告诉你？真没听说过叫小黑的。还骗你，王哥？啥时候骗过你？咱这，王哥，咱到北边问一下，有啥消息咱跟你说。啊，行吧，你睡觉，给你把这情况好好给他，好好的给他，好好打听打听。对，没问题。有啥情况及时给我打个电话。行，对吧？陈元，你考虑问题怎么样交代？张叔，你是看着我长大的，该说的我都说了，我没有啥说的了。你没有啥说的？那你那个小乔钢呢？丢了。干啥用的时候丢了？不知道。郭振平，你说不知道就不知道了，你说丢了就丢了。乔刚丢了，你人没有丢吗？衣服换了，你的模样没有换吗？你好好考虑一下。田娟，你有很好的交代问题呢。人死了，还有没有死的吗？难道还能死无对证？你能把事情做完？现在我坏人多得很，陷害人的也多得很。陷害你，人家陷害你，西安是600多万人，不陷害张三，不陷害李四，偏偏就陷害你郭振平。你和人家前世有怨还是后世有仇？过去素不相识，咋能谈起人家陷害你？那他要陷害你们不相信，我有啥办法？郭振平，你放着真的东西你不讲，你净讲假的，你咋叫人相信你？不掌握证据，不进行调查研究，我们就不叫你来。我们把党的政策、利害关系都给你讲得清清楚楚。我们希望你能够争取一个从宽的路子，老老实实交代问题。你要想这样顽抗下去，对你是没有任何好处，你好好考虑。天娟，这事情是有证有据，你在证据面前怎么样交代自己的事情？怎么样向政府交代自己的问题？我难受了很。咋了？头疼。头疼。张叔，我想喝点水。行，好，可以喝点水，对不对？喝点水。吴局长，给他再考虑一下。给，喝点水，好好交代。孙子，走，进来，孙子，来，开，
背靠他，撒手背靠。把靠台，咱撒个背靠，撒手背靠。你这样有啥意思？啊？你这样做有啥意思？相思，积善了，迟早会有这一天。撒个背靠。老师傅，我们是外地来西安做生意的，想给你打听一个人，有个叫小黑的在这片住，你知道不知道？小黑，你们是跟他做生意的？是的。是被他骗了吧？就是啊，我们想找他商量一下。你跟他做什么生意嘛？那个小黑啊，在这道北这一带，谁不知道他是干啥的？哎，老师傅，听你这个口气，好像你知道这个人啊。知道。那你知不知道他叫啥名字？在哪住了？小黑啊。哎，大名叫魏振海，跟我们家呀在一个巷子里住着呢。从这儿往北走，再往东一拐，往西边一去就到了。这儿，哎呀。这个名字熟得很，那谢谢你了，老叔。谢啥嘛？你们去喽，也找不着人，他根本不在家住，一天到晚呢，谁知道去干些什么事儿？那等等吧，等一下，我们等等。好，谢谢啊，谢谢你了，老叔。小黑大名叫魏振海，在道北响得很。他十六岁的时候就把他学校的门卫砍了17刀，砍成重伤，被判过5年刑。你等一下，这个他大名叫啥？叫魏振海。魏振海。我当时都记着这个名字，在什么地方听说过。哎，那会儿你给咱把这个没有相干的通缉令给咱查一下。好的啊。你说通缉令，我想起来了。好像是去年徐昌发的通缉令。没错，就是的。查出来了，终于查出来了，河南徐昌来的，你看看。魏振海，在徐昌杀死一人，杀伤两人后畏罪潜逃。哼，这啥小黑嘛，这是大黑特黑，黑透了嘛。狗日的，终于露出来了。郭振平曾因盗窃抢劫被判刑，对社会极度仇视，出狱后多次扬言要组织起来公然与人民为敌。这次他深知自己罪行重大，便负隅顽抗，拒不认罪，使案件的侦破受阻。郭振平，郭振平，坐。投胎去了。我问你认识不认识道北一个小铁匠，你认识不认识？不认识。你认识不认识魏振浩？不认识。你如果记不清魏振浩这个名字，我可以提醒你。小黑，你认识不认识？不认识。郭振平，你不讲，有人讲。谁讲谁主动。谁想降，谁想主动。又是一夜，坐的腰都疼。起来，干活了，干活了。起来吧，情况，继续操练。
这钢头拧，瞎擦呗。钢头真拧啊！啊，是啊。哎呀，我得抓紧时间赶紧睡一会儿，一会儿还得接班。郭振平，经过近十天的谈话，你的话什么问题都没有交代。你这样下去，你的后果如何，你应该很好的考虑。你这样下去，对你的爱人，对你的孩子，又会得去什么样的结果呢？从你个人来讲，顽固下去，没有什么好的下场。你应该相信组织，相信政府，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